没让我去砍品质好的纸巾，我跟你讲啊，它一包不给你低于3块钱的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以前卖的纸巾它确实便宜，但是它品质肯定没这个高。你们让我去砍那种品质高的，人家是不愿意破价的，因为他们做的是品质。但是我今天我自己做，我砍不下来，我自己做，八十组，我自己做。我们这个纸巾四层是对标3.2块一包的纸巾做的，别人想让我们做一下试水的实验。已经那么熟了，住了，张哥兄弟，好，不是牛排。那么我们今天卖多少？3块钱，人家是不愿意破价啊，大牌3.2块一包的。小杨哥是对标他的品质去做的。对，今天咱们多少？一箱来20包，3箱。60包，119，上车。用品质说话，平均是一包1.98元，分3个包裹发货。